小姐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 Muhammad Nabil Hakim bin Muhammad Nazri， 我的学生证的是 FREBEECC， 和我的手机号码是012-225-6004。我来自雪兰莪，和我家乡在马六甲。我今年22岁了，我是2000年出生的。我的生日是3月26，我家有7个人，爸爸妈妈、两个哥哥、妹妹、弟弟和我。我在兄弟姐妹排行3。我的爸爸名字是 Muhammad Nazri bin Zakaria， 他今年50岁。我的妈妈名字是 Shaina Azli binti Abdul Aziz， 她今年49岁。谢谢，再见。